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，跟我来。在北京丰台有一个适合全家度假的好地方，据说这儿的温泉都是天然泉水，泡汤区、汗蒸馆、儿童戏水区，一张票通通搞定。室外除了牛奶泉、尿浴泉，还有充满神秘的竹林私汤，这儿一般人都看不见。要是喜欢室内温泉，满园热带植物的四季养生馆，让你体验丛林里泡温泉的快乐。如果孩子玩腻了水，南宫五洲植物乐园一定是首选。这么大的室内乐园完全不受天气影响，在暖洋洋的室内游乐园和动物亲密接触，领略沙漠、雨林、绿洲的不同风光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探秘动手小游戏。走，带你去看个厉害的。在鹦鹉园里，成千上百只鹦鹉各怀本领，不但可以近距离喂食对话，还能听到它们一展歌喉。这是歌手啊！除了这些，你还可以去博物馆看看千姿百态的动物。哇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这个假期要是不想人挤人，就来南宫温泉休闲度假区和鹦鹉来首对唱也不错哦。